妈，你快起来吧！你干嘛给人下跪啊？是啊，阿姨，咱们都是平等的，更何况您还是长辈，怎么能随便给人下跪呢？太不像话了，这！你给我闭嘴！你怎么对我都可以，但是对我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？你还有良心吗？你还是人吗？你混蛋你！妈，你起来！你要是不起来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妈。元满，没教养！元满，等等我！元满，你别跑！元满，你别跑啊！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吗？ 就算我被全世界的人当抹布，我也无所谓。你不是抹布，你不是抹布啊！我现在就是抹布，你为什么要给那个畜生下跪？你要我的脸往哪儿放？我现在真的是不想活了，我真的好想死了。你弄错了，妈没跪，妈就是不知道怎么腿一软就瘫在地上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这些软话。你说狠话，你打我也好，你骂我也好，我都乐意。 你说我对不起你，妈，你打我吧，你就像小时候那样打我呀，妈，你打我，我不能打你，我想打我自己，我妈，妈，哎呀，妈，这世界很酷。